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兵欢迎来到民族阵线。经老兵的诊断，我发现现在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处于一个功能性紊乱的一个状态当中。为什么呢？几个事儿啊。那么第一个是德国跟波兰啊又掐起来了。波兰呢狮子大开口，问德国呢要一点三万亿欧元的这个二战赔偿，德国一口回绝啊。那么 然后呢？美国今天我们看到啊，现任总统拜登呢啊，跟前任总统特朗普啊对骂起来了啊。这个说川普的川普和川普支持都是极端分子。那么这两个事情，还有一个呢，对吧？啊，我发现也真的是功能性紊乱啊。法国九九月七号要派啊这个所谓参议员到台湾去，德国也要派，英国也要派。 那么老兵已经说过了，德国、英国、法国的情况，刚才老兵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啊，情况非常糟糕啊，非常不顺利，对吧？经济萎靡，严重滞胀，对吧？还有说要跟普京保持联系，那么现在又跟中国来搞这种事情，那目的是什么？啊，等会我们可以来给大家来做一个分析。同样的，马克龙参加法国、日本和澳洲的军事演习，称不针对中国，啊。 这些这个进退维谷啊、自相矛盾的这种政策，给人感觉啊，就处于一个叫什么啊？临床上讲叫,叫功能性紊乱。我们来一起来看一看啊。波兰要求德国赔偿二战损失一点三亿欧元，这个是九月一日的事情啊。波兰政府今天预估该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损失为一点三兆欧元，并表示将要求德国磋商赔偿事宜。 波兰副总理，同时身兼执政党法律正义党党魁的卡钦斯基表示：“啊，六点二兆波兰币是一笔大数字，或许赔偿将会是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卡钦斯基是一个专门发表波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损失报告会议议上演说。自从一五年执政以来，法律正义党经常提出战争赔款的议议题。法律正义党在二零一七年开始致力于准备这项赔偿报告。 当时，法律正义党坚称德国负有道德责任，德国则是一再驳斥波兰的说法，并指出波兰在一九五三年决定放弃对东德索赔。卡钦斯基今天在提出这项议题时指出：“我们不只是准备一份报告，我们还已经做出决定，决定将采取进一步措施。”卡钦斯基表示：“德国入侵波兰对我们造成巨大的伤害，占领是难以置信的犯罪，才能在许多案例造成的冲击仍持续至今。”啊。 那么就是等于说呢，啊，这个波兰非常牛逼，呃，不仅呢跟毛子啊处于是这个啊极端的这个抵抗状态当中，那么跟德国呢现在也也也这个啊掐起来了。波兰呢一直都不服德国啊，一直都想当欧盟老大啊，把积极呢把美国搞过来，什么反导系统，什么系统什么系统,什么系统，就等于说是欧洲的台湾嘛，对不对？像欧洲台湾一样的啊，一就是自己是。 啊，民主阵线第一第一排啊，抵抗这个啊，呃，俄国、中国这样的独裁国家的啊，自由民主前线啊，前哨战。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一道啊，这个每个月的通这个通胀是很严重的，都是同比上涨百分之二十以上啊，最高的是爱沙尼亚，达到百分之二十五啊，波兰是百分之二十啊，已经达到了。 这个数值是很恐怖的。你现在想想看，在波兰，你在森林里面捡一根树枝呢，那都是犯罪啊！你家门口的树枝你捡，你犯罪吗？你去你们家旁边小树林捡两根树枝，你犯罪吗？对吧？啊，你不犯罪啊？他为什么要管控到这种地步啊？那个树枝呢，都是啊，烧火棍，烧火棍是干嘛的啊？对不对？这都是要管控的，这都是要发电的。 这个是要管控起来的，你怎么能随随便私自的去采集这些烧火棍呢？啊，所以说，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波兰呢真的是很穷了。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波兰这个国家在二战时候是被苏德瓜分的国家，被苏德瓜分啊，德俄国对波兰还有卡廷森林惨案，但为什么他不敢要问俄俄毛子要这笔钱，对吧？ 啊，他也知道毛子啊，这个拳头比较硬。德国呢，现在呢被贴上了欧洲叛徒的这个标签，对吧？又比较软啊，而且呢，国防军力呢还不如波兰呢。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波兰又牛逼了，要问德国要这笔钱，那不就是互掐起来了吗？我我操啊，没有统一阵线嘛，对吧？德国波兰啊，自己妈狗咬狗了。所以我就觉得吧。 真的很奇葩啊！你说现在这个欧盟内部啊，这个样子，大家都自身难保，泥菩萨过江啊。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我们再来看，美国呢也也干起来了。老兵都说过，美国都处于一个啊内斗的一个状态。拜登痛批特朗普，威胁美国国本。距二零二二年中期选举仅剩两个月，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进逐渐进入激烈交锋。 作为两党门面的美国总统拜登与前总统特朗普也开启了相互攻坚。当地时间9月1日晚间，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极具历史意义的独立厅发表全国讲话，直接点名特朗普，称他的 MAGA 共和党人正在煽动政治暴力，破坏平等与民主，并致力于使美国倒退，威胁美国的国本。CNN 分析称。 这是拜登迄今为止对特朗普及共和党盟友最严厉的谴责。另有白宫官员强调，拜登所发出的警告并非针对所有共和党人，而是那些亲特朗普的势力。在前述演讲发表前，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纳·麦克丹尼尔在一份声明中称，民主党正在对半数民众释放敌意与厌恶。啊，拜登是美国的首席分裂者。约一周前，拜登在一段演讲中将。 极端 MAGA 学说形容为半法西斯主义。啊，作为常年摇摆州的宾州是本次中期选举最大的政治战场之一，特朗普所支持的该州州长与国会参议院候选人现已通过党内初选，部分重要选区也有翻红的趋势。而在本周，特朗普还将与他支持的三名候选人在该州继续举行竞选活动。啊，啊。 来想想看，特朗普都动摇了美国的国本了，啊，特朗普是极端分子、法西斯主义者，美国的内部啊，党派的斗争、党争非常的激烈，非常的严重啊，所以说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我们也看到欧洲、德国跟波兰因为赔偿这个事情闹得不可开交啊，内部呢对俄国的这个用卢布买石油啊，用这个呃进俄罗斯天然气啊。 用卢布买天然气，等等等等，包括对俄罗斯的这个签证的限制啊，他们又是不统一意见的，一个整个就是西方国家都四分五裂。老兵说了，他们有绝对实力的时候啊，那是啊，对吧？你吃肉，我吃我啃骨头，他喝汤啊，还有一个他妈吃碗啊，他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现在呢，对不对？整个经济都这么崩盘了啊，欧洲一些领导人很多都是受美国控制的。 都在进行着出卖本国的这一种政策，即使是是这样啊，也没老本可以啃了，还有啥可以啃吗？一船天然液化天然气到欧洲，一条船挣一个亿美金，挣、这个、那个盆满钵满。所以说，美国跟俄国一起把欧洲给框了啊，把欧洲给框了啊！欧洲呢，没办法，都是白所领导人，都是他妈傻蛋。 啊，所以说呢，内部处于这么一个四分五裂、分崩离析的一个状态。美国内部也是啊，美国现在掰着，你以为他跟中国斗，在台海跟中国斗，他能斗出来啥呀？在美国又跟又是跟一切，大家要说在台海斗也好，跟中国牛逼也好，都是为了美国本土的利益，这个是基本盘，都要来对干的，啊，相互掐起来。 所以说啊，现在整个这个西方啊，他们没有形成一股力，拧成一股绳啊，对我们来讲是好事情。他们干不倒我们，也别想干倒我们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看得很明白啊。这个拜老头跟这个串老头都是疯老头啊，一个是痴呆老头，一个是他妈疯疯子老头啊，使劲干吧，使劲去掐啊。德国跟跟波兰也是使劲干，使劲掐。 啊呵呵，所以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啊，我们保持我们内部的稳定，持续性的啊打击这些叛国者，啊，打击这些汉奸，这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我们的思路一定要明确。所以西方在对华的这个政策当中，它没有一个连贯性，啊，都是为了选举而服务的，对吧？所以说，他们现在越来越疯癫。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啊，其他几个新闻。首先，第一个，法国参议院代表团将于九月七日窜访台湾，紧接着还有德国跟英国。法国参议院代表团将于九月七日窜访台湾，是继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后，日本国会议员团队后，再有国家率团窜台。这是串台啊。 将由法国参议院欧洲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参议员勒发率领，同行的亦包括外交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卡迪克等，是法国国会一年内第二次派团串台。台湾驻法代表卢吴志中表示，继法国后，十月将会有德国联邦议院代表团，十一月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也正计划串台。吴志中称。 多国意愿串台，展示世界关切台海地区的稳定，为支持台湾抵抗中国施压带来士气的鼓舞，带来什么士气啊？鼓舞什么呀？啊，这种戏份，这种剧本，我们已经太熟悉了，我们已经厌烦了。现在说句实话，实在话，对谁谁谁来台湾，我都已经提不起什么兴趣来了啊！因为如果是在这种政治上的支持，除非啊，比高于像。 这个佩洛西这样的人啊，尤其而且是美国的啊，这样的人过来啊，那么不然的话，这一边呢，如果用这样的方式来激怒中共呢，中共是不会上当的，不会按照自己的，他是会按照自己的一个啊，这个观察来一来行事的。所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开完十九届七中全会啊，接着就是这个二十大开完以后，我们来看看啊。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一个状态？反正我们看到在金门这边，不管是真开枪还是假开枪，是真击落还是假击落，至少说中共目前保持了一种克制。但是这种克制，我说过，它不是啊，啥事儿也没有了。台湾是会受到惩罚的。你渤海七条轮渡没事儿跑到这里来干嘛？渤海轮渡，渤海轮渡就是在渤海进行轮渡的才的船只，滚装船。 你没事，七条渤海轮渡跑到啊福建这边来，跑到厦门这边来，是想干嘛？啊，这种沉默才是最可怕的。大家想想看，现在的情形啊，这两天的情形像不像七月底八月初的那个那个情形？啊，那段那段时间，佩洛西访台呃串台之前，啊，多么宁静啊！ 突然之间，对吧、啊？那段时间，老兵在节目里，我还说，我最近好像没什么新闻可讲嘛。好了，这个事情一一一来，马上的，我靠，一下子啊，就发生了很多事。我们就看到了啊，在突破。所以说，从两年前开始，老兵做这档节目就已经啊，一直在呼吁啊，我们要对台湾这个武统。确确实，现在海台湾的海域和空域已经得得遭到我我们的解放了。 现在在外岛啊、呃，持续性的对他进行骚扰、羞辱啊，而且他要开枪打实弹，我们也已经看到了，他是有开第一枪的这种按耐不住的这种精神。所以说，我们目前控制这个地方的局面，这是没有问题的。至于说派这些参议员啊、什么国会啊来啊，我觉得也没什么特别大的意义啊。我们是有我们自己的一个时间表啊，不是时间表啊，是有我们自己的一个计划的。 不会说，因为他们这样子来搞一搞，我们就哦，你一搞我一跳、啊，那是不现实的，啊。法日印，呃，法日澳、哦、联合军演。马克龙称，法国在印太不与中国对抗。法国、日、澳大利亚联合举行海上军演，以维护印太的自由航行。中国在该地区的快速扩张引发不安，但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与中国在印太不存在对抗逻辑。法国新开利多尼亚武装部队。 三八月三十一日，推特上宣布，法国、日本、澳洲的舰船进行“拉佩鲁斯二二”海上联合演习。啊，因为法国呢，也是一个所谓的啊太平洋国家、印印太国家吧。啊，印度呃，在印度洋它有这个法属新卡里多尼亚。啊，然后这个在澳大利亚、呃，在这个太大太平洋呢，它有啊波波利尼西亚。啊，就所谓的大西地嘛。还有一个就是新卡里多尼亚，新卡里多尼亚就在这个斐济边上。啊。 也在澳大利亚的这个东北角这个位置，那这里搞军事演习，他他又不是为了对抗中中国的，然后呢，这边他又派这个国会议员到这个台湾去，所以我说过，他们是不是叫功能性紊乱？大家想想看，所以老兵一开始的诊断没错，那不都是功能性紊乱吗？德国、法国一边要求的俄罗斯啊保持沟通，一边呢对中国呢又不需要明目张胆的撕破脸皮，对吧？但是呢，以这样的方式啊。 来来，来这个猪流尿，尿滴里一滴一滴的。英国呢，都他妈的老百姓一天吃一顿饭，都在他妈吃啃水果罐头了啊！那玩意儿他妈都是防腐剂啊，吃了对人体能好吗？对不对？在这样大背景之下，他认为跟中国啊，我不是不能够得罪，我也要得罪一下子，以这样的方式来来得来来这个得罪一下子。但是我不会跟你敌敌对的啊！我派人到台湾去，派这些啊不算政府的人啊，所谓的这种议员到台湾去。 这边呢又派兵舰到到这个澳大利亚来啊，说要加强在印太地区的这个呃这个活动，但是呢又明确明确说啊不跟中国发产生这个敌对，在我看来那不就是过来装逼嘛，过来完成任务嘛啊，就像美国我说的，美国现在就像一个打群架的啊，他跟中国呢跟俄罗斯要这个单挑啊，他不敢，他就说我有一帮小弟。 啊，就像以前你一个班里面打群架一样的，班里一，对吧？他要他要就是找人凑人数，把全班都叫过去。其实动手就是他一个啊，或者两个啊。但是呢，啊，他叫了全班过去，啊，全班就说：“我过来啊，呃，你们的你们跟美国的事儿不关我的事儿啊，我过来只是凑人数的啊，我不打架。”他是这样一种概念。 所以说，我觉得他们搞这个东西啊，其实说句实在话啊，好，你看一会儿又在内斗，一会儿又跟外面斗，一会儿又他妈党争，一会儿又内内内部出现很大的问题，哈、啊，所以你说他们是不是功能性紊乱？还管中国的事儿，扯驴蛋吧？